最棒，只要是掉下任务都可以。为什么啊？你现在要打飞龙就是调查任务啊。哦。只是他是下位啦。你刚刚那个应该是上位，要上位任务。我防具打到残爪才换的，没有啊，因为现在是要过度用啊。要去哪个？十一。为什么？哦，因为地图变了，我想说习惯怎么多这么多地点可以去。嗯？那我要吃饭吗？你要吃饭吗？看你啊，看你想不想死啊。那吃一下好了。理论上出去都一定要吃饭啊，只是看你要吃什么饭而已啊。除非像刚那种，是不是？像肉定时的话，就是加攻击力啊，就是你现在已经上位了，去欺负像这个下位的怪，可以吃肉定时。哎呦，好。哎、欸，所以你现在就是上位还是下位地图？嗯，下位啊。电击真是下位的吧？嗯，差点技能。好，现在就可以出门了。欸、等等，你是跑去哪里了？找主机啦。先吸吸你。哦，没有，我没有看到那条路。嗯。耶、欸，你回来了，赶快。赶快来。我想死你了。发生了啥？我想你死了。啊，那我就要走了，再见。你要去哪里？没有，你们都想要我。没有啊，我想看你死。不要。拜托。想你。一下就好。不要，不死。拜托，死一下。要永生。他刚刚打个龙三龙被火山喷死了两次，我都傻眼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有小龙在打我，我根本没办法踩中，好讨厌！去哪里？哇！你在打了鱼？在打啦！加油，快点来！我在刷东西了。我正在重开，我挂太久，它喷了。喷！所以我也可以打赢他。可以啊，你现在已经可以打赢他了、啊。你现在装备已经可以屌虐所有下位的了，真的假的？只是看你对魔物熟不熟悉，你也不能太嚣张啊。像残爪龙还是可以瞄的你啊。我忘记残爪龙哪一只了。肉色的那只龙，肉色的那只狗。啊，那只狗狗。哎呦，我是被它摔下来的吗？它真的是很敏捷。哎呀呀！他这样一直往上往下的，其实好烦哦。就上来啊！和谁一起玩？繁星和酱油、嗯。我找不到你们的集会所。你要重开游戏了。我重开过啦。哎、欸，找不到吗？嗯。哇 ，Heaven！ 再重开一次吧。被你打一下，欸、不要哎！刚、欸、刚就是你打我，打到变这样子的。啊，是我打你哦。哦，所以我也会影响你们是吧？会，你影响了两个职业，跟你讲，你会影响到那个片手剑跟狩猎底。狩猎底？哦，你是用？不是，我玩过狩猎底，所以我知道被那个用到很不爽。你是玩什么？现在？我先玩锤子啊。哎、欸，那你怎么会被我影响？没有你，因为你打到我的时候，我会挡到啊。哦、oh, ，OK。那太敏捷了，好难打，太。还好啦。只是砍错地方了，就白色。砍尾巴、啊，他弱点是尾巴、啊。我有。还是没有啊。啊，会不会师母都在那个任务里面？等一下，我要出去了。他在哪里啊？竟然把他打死了！哦，你想抓是不是？
当然要抓，你要的材料抓的比较好啊。打太开了，因为他好像也没有要跑掉的意思。电击针就会拿一个电击针。他躺在地上，他根本就跑不掉啊！你把他打死了。我下次会。想不想练这一招？哪一招？我看。这招啊。啊，拍谁？不是吧？就我刚刚那一招啊。哪一个啊？你说那个？你刚没看到我跳来跳去吗？你说看起来很痛的那一招吗？这样啊，可以下去，然后切回来这样打、啊。哎呦，这个骑乘值超高，你大概跳个三下就可以骑乘了。感觉出来，而且还好像蛮痛的。痛啊！看我还在爬绳子，就把他杀死了。对不起嘛，我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我。快放我进去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来了，我们进来。有了，应该看到洋洋了。请进。看不到啊。是看不到啊？哇！为什么？可能还在重开一次，不，我已经重开两次了、欸，只是久没有玩的意思吧？不可能，想太多了，废掉，我要重新用废掉了。只有 Alice 的，没有你们的。我们可以陪你一起重开啦。还是我、哦、有了，你们现在才回来是不是？是。哦，可能有延迟吧。就是不想让我玩，你就说呀，让我重。洋洋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没有，我对你很失望。洋洋，我也对你很失望。我家狗对你也很失望。看一下你刚刚摸雷击针呐，到处跑，气死我！刚刚有一个啊。那好啊。哎、欸，那我可在旁边发呆了。那等一下就看你们两个玩。不是啊。吃火锅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现在都已经上位了、欸，哎，你们还穿情侣装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吗？没有，我换衣服啦，我们已经不是情侣装。啊，你们穿情侣裙呢、啊？不一样啊，我裤子也换了，有没有吧？我刚看你裤子一样欸，那我现在就换、欸，我被嫌弃了，我好难过、啊。他不想跟你吵，你们是真的吵架、啊？哼哼，臭洋洋，哼，抢我的肉，哼。哦，原来是火，完全没有对他怎么样。原来是抢肉之仇，这很重啊。我哪有抢你肉啊？我的肉。并没有好吗？欸、我说真的，我没有吃饱哎、欸，那个哎、欸，其实我那时候也没吃饱。那靠腰，那你们两个，那你们为什么不要再尖叫啊？不好意思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坐了，就坐上去啊，坐上去啊。因为波波他们就说要点点心啊，就那就算了。其实我问杰克，他说他也没吃饱、啊。每个人都没吃饱啊。我问杰克也不准啊，杰克有时候都蛮爱点不点的。你知道那时候我本来想跟你们说我还想吃肉，后面想想算了，你们好像都想吃点心的。没有，其实我那时候也是想吃肉的，你知道吗？白痴！然后我就跟杰克说，我就那时候你在唱歌，我就跟杰克肚子还有点饿哎，杰克说其实我也没吃饱。然后结果其实所有人都是，就是我跟波波也没吃饱，白痴，白痴。吃到饱烧烤，然后都没有吃饱就走了。对啊，好饿啊！哎、欸，接啊，上位的喽。好，我要耍废。调查，我看一下你。你应该是耍废没错，因为他一个尾巴拍下去你就死了。真的假的？我看真的啊。上位飞雷龙啊，一吗？还是十一？你要去附近采东西也可以，不要死就好。我要来委托我的小可爱猫咪们去帮我挖东西。对啊，我可以委托猫咪哦。对啊，我的虐待劳工，虐待猫咪，虐待动物啊。Yes. 我不知道要委托什么。精灵鹿角就委托啊啊，有炫鸟，或是那个炫鸟胸，哎呦，残爪龙。这两个会有那个抢走药的，没有啊？抢走药的材料啊！抢走药的材料，残爪龙长怎样啊？红色的狗，
干，你刚刚才回答人家说的一只狗，你现在忘记人家怎样？不是啊，我是说他的图示长怎样啊？哦，就红色的啊。他在藏气之谷。我这有看到一个很像陈爪龙，可是它是灰色的。那不是灰色的，它是灰色的，然后头是黑的，还有尾巴。那有尾巴、啊。委托看看好了，错了就算了。不确定，你可以按 ESC， 然后选放大镜猎人笔记里面可以看，有个魔物图鉴。ESC 放大镜，魔物图鉴，魔猎人笔记哦、喔。嘿，然后魔物图鉴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啊、哦、我的肩膀好痛，我看到成爪了。我怎么是用肩膀在吃唱歌啊？那么厉害啊！我不知道呀、啊，我是睡到落枕是不是呀、啊？大熊恶龙，我的天啊，你搞不好真是看到大熊恶龙哎！什么东西？大熊恶龙？熊恶龙啊？对啊，那哎，可是它应该是大熊恶龙吧？因为应该是嘛，灰色的，看起来。好啦，快接任务啦，快点啦！五锤龙、风飘龙、弹爪，哦。哦哦哦 ，Hello， 酱油接任务。嘿、hey, ，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委托他去哪边。炫鸟，炫鸟，可是我这个也没有炫鸟呀，都没有。精灵鹿角，其实我也没有精灵鹿角，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啊？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啊，我全都是一些你是狗啊、哦，一些骨头啊，那你就挖骨头吧。有啦，有一个猪的啦，三只猪，两个。你挖矿啊？这个好了，算吧，猫咪们。我都忘记有那种，然后按是突然发，是上次繁星突然跟我讲了他的好，突然想到，哎呦，谁的好？那个猫咪的好。哦，你说最后摔死变成肉吗？可怜的猫。我要吃饭。你知道猫饭很多都是死掉的猫咪的，真的假的呀？最好啦！看你刚咬的那口鸡肉，那不是鸡肉，那是猫腿。屁啦！好啦，确认啦，你还乱跑，你要去哪里啦？好啦，想说一起吃个饭，那再吃我就进去再吃啊，反正你到处踩东西。啊，这是捕捉。下手轻一点哦、嗯！怎么能下手轻一点？你说酱油吗？你应该也下手不了很重啊。下什么？上位不是吗？上位啊，所以说应该下也下不了啊。应该没办法了。好，可能是我们要他下手不要那么重。完蛋了，我好像去错营地了。你们在哪呀？哦，我怎么在拔呀？没关系啊，你就去拔。爸爸啦，爸爸爸，好想吃胡渣。好想吃胡渣。黑沙啦，胡渣。我这边好像就像魔物诱导哎、欸。他在十一号营地外面哦、喔。有，我感觉我摔下来了呢。我来了，我来打你了。那边，啊，酱油怎么摔下去了？我掉下来了。我打。这有什么东西可以拔、欸？我到乱跑。我这样乱跑是不太好啊，这应该会有别的龙、欸。酱油在哪？我看他叫我往这走啊。哦，你要去找繁星是不是？哇，长大了、喔！啊啊！吓得我直接摔下来了！吓得我！这人好像在我下面。我看到繁星了啦！啊！我跟着你一起摔下去。没事啊。然后我也看到你了。我看到繁星了，跟那个闪电电。旋转跳跃，他闭着眼。谁啦？请打他尾巴，谢谢。弓箭请打他尾，请打他尾巴，他尾巴在落地。我觉得这
很痛，很痛，你小心，你赶快喝水，你赶快喝水，你要死了，大爷，大爷，我在跟你讲话，大爷，你还给我举高，等一下吓死，我是不吓死啊，你们不想要道具，我是没差啦，我刚刚卡到石头，你说喉咙哦，打尾巴哦，你打尾巴，拜托哦，嗯。话说，粉心，哎，那些小魔物会有差吗？小魔物，就是比如说飞着的虫之类的，那些，就是稍微稍微。喔喔喔喔喔。那怎样？那个也会有差别吗？还是不会？就你抓了会有点数啊。哦，哎有哎有哎。打你尾巴！我中毒了，我被奇面族看到了。啊，旁边那一种，这只看起来很像猫哎、欸。你说那个什么猪子吗？它生气的时候会炸毛。那不说松鼠，松鼠生气也会炸毛啊。我也觉得吗？对啊。喂，这松鼠生气会炸毛？没有啊，生气哈。我有。你有看过松鼠生气？你有被松鼠咬过吗？你抓松鼠啊。松鼠咬过？你有被松鼠咬过？没有啊。这样讲好就是也被咬过，为什么被松鼠咬啊？他刚刚是不是说没有？我就说为什么会有人被松鼠咬？他抓松鼠。哎、欸，松鼠有攻击过人呢、欸？真的假的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啊，很痛吗？废话。有被攻击过啊？我是不知道啊。通常只要被咬都很痛吧？连猫咬你都那么痛。蚂蚁咬也很痛哦，蚂蚁红蚂蚁很痛啊，红蚂蚁。我是有被普通蚂蚁咬过，我倒是没有被黑蚂蚁咬过啊，可是红蚂蚁咬人很痛，哇、哦，非常的痛。嗨，哎、欸，有大便姐，很好。啊，哪里丢？抓不到那一只。哎呦，晒了。抓不到那个，他们要打架了。看来不是、欸、他们全程都来打我们了，你们好认真在那边打，我在那边抓小虫，抓不到，抓不到欸，这个好难抓哦，特产箱的群生地，哇、啊、哇，他会不会被咬死啊？哦，咬死就完蛋了，再丢他一个大便，塞！哎、欸，那个飞龙快死了、哦，飞龙要死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掉了雾。他们在干架！没了啦，丢大便了啦。那要放陷阱吗？不啊，不啊，我在放了。蛮恶龙哦，你们遇到蛮恶龙？我中毒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干嘛？我按到，我要喝解毒药水。为什么没有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有。他刚寝室哭了，还不够。还有放到，还有浪费一个陷阱。你没拿免费的哦。我把它收回来了。没有，那已经坏了。气啊！哎呦，可恶！是啊，他很多魔物都是同一种剑魔啊。我打到了啥？皮膜尖爪。啊，还有鉴定哦。这边开始会打到珠子啊，上位的啊。有。因为这个珠子会攸关你的那个装备插槽。OK。什么？有收获报告，受委托可交货。全部都翻新。收获报告。正常发挥啊。
快轮到你们了啦。再长大一点就不会都通通是我了。再长大一点啊，再长大一点我们就没有未来了。崩沙尾。你一直念念不惯这个画面干嘛、我忘记点了，因为平常都会一直狂点，我就忘记这个画面也要点。确认龙山龙出现时，先去找火箭队。他是跑很多任务出来，什么东西？感觉跑了很多任务出来，又探险队归来了。探险啊，猫咪吗？对啊。OK。哎呦哎呦哎呦！要不开心？我心情不好，生气了，生气了。心情很差，没有肉吃，没有吃饱、啊。原来没有肉吃才是重点、啊。哦，对啊，吃很重要。吃货，吃一下就开心了呢。吃狗、啊？不行啊，太不好吃，肉太硬又臭。那我寄我家的死老鼠给你，今天早上抓到的。不用了，谢谢。真的假的？啊。哈爆。吵到我睡觉。然后我家的那两只狗就对他叫。我突然想到以前我们家有养养，就很以前的时候，然后不要生，这不用生，这不用生，不用生哦。你先生你的装备啦，你的武器嘞？你看一下武器升上去要什么吗？可是他刚刚中文好哎。哦，我刚刚没看到啊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突然就有了。哦，要上位的飞雷龙吧？我们刚刚是打上位的啊。有有有，可是还是要打的。最下面那是什么？看不清楚。龙脉结晶。哦，好吧。那个要挖红色的矿。哦，我刚刚有挖到一点，可是好像還……他说：“酱油，你刚刚讲什么？”哈，没有，我在看我的装备。看一下水中有。伟大吗？我们刚刚是打什么龙啊？飞雷啊！好可爱！你刚说什么？酱油？啊？对啊。你刚说什么？我还要一个电击针。来啊，我继续打。哦，好啊。再打一次好不好？我已经接啦。好的，反正我这边应该也很需要。哎、欸，那个瓢虫猫好可爱。对，十一营地是。来了，来了，我、哦、吃个饭，吃个饭。在吃啊、嗯？吃不了，吃现实吃不了，看游戏吃也好。干嘛折磨自己？啊、游戏的比现实好吃哎、欸。我们不是昨天吃过吗？哎、欸，现在想想他很能吃哎、欸，他吃那么多。又吃肉又吃饭还吃龙虾，干我竟然眼睁睁看你吃东西，天哪、啊！可是我觉得他比较厉害的是他一吃完好像激烈运动哎、欸，是不会吐。哎、欸，我们晚点可以就是一起解自由任务，因为自由任务一起解会一起算。真的？哎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是被丢包是不是啊？我总觉得我好像忘了些什么。忘记呢？什么？忘记什么？我好像忘了什么，可是忘了，想不起来我忘了什么。给我钱。我还是被丢包了。应该是不可能啦。应该是可能的，我觉得这唯一合理啊。是被翼龙。跑哪了？哇，居然在另外一边。对哦，我看一下。我的食物还是一样。走。我导虫到底在哦这上面？快点！对，我刚本来想喷他，你在干嘛？导虫觉得无辜。哇！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
但我还没抓到，呜呜，我掉下来。我怎么跟你一样啊？我的妈！啊，完了，都会传染的。你们是在哪里啊？哦，你们在下面。干，我怎么没抓到哦？哦。你好。我看到你们了。这里啦，然后走这里啦。哎、欸，我老虫是另外一边。哎呦！啊，我要换，我掉下去了。正常发挥，大家都要掉一下啊。哇，你是勾上去的，那我要慢慢跑。没有，要下来啊。要下来啊。在这里，他等一下会来这边。老虫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？可以给点，给点什么提示吗？他带我往这走，要带我往回走。标记我，标记我，标记我。这边有个耐力雷虫，你们两个都要吃这个。哦，他来了，看到他的那个了。赶快！我看到地图上有叉叉的位置。上面那边对不对？这里快！来了来了！这里有个耐力雷虫。你们俩都需要吃这个。快点，大爷！大爷！大爷，过来吃雷虫啊！不要吵。这里有个耐力雷虫，你要不要吃啊？哦，还行还行还行，没有啊，没有雷虫啊。哎、欸，我吃掉了吗？不好意思啊。我打算会死掉，好可怕。没关系，等一下还有，等一下还有。我可以去旁边采采草就好了。可以，这边还有个耐力雷虫啊，这是真的有啦。快点，这里。那那个酱油你先吃。酱油这边。我看到。我要去避难。看到了，我吃个虫就被撞啊！海边会有龙吗？会啊，龙也会逛街的啊。海边有海边有蛤蟆。啊，我想要想说那里好像有古种，我看看。没有，好卖。看到麒麟跟黄鹂的正主地方。哎，我走走。要倒喽，鱼是拉尾巴哦。好快哦！你射我干嘛？你操你妈的嘞！你那个石头不要射到我这边来，拜托。我射他尾巴呀！可是你的那个落石全部飞到我这边来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我骗你干嘛？不然干嘛骂那么大脏话？快点快点！谁死了？我直接被撞死了嘛！天哪、啊！为什么死掉我都卡、啊？是电脑真的要、啊？我也卡一下，我刚刚也卡一下。我刚刚是先卡一下，然后就撞死。因为你死了、啊。这也是，可是我还没死之前就卡了、啊。我刚也是这样。他觉得你要死，先帮你卡一下。啥耶？哎、欸，你有吃饭啊？你没吃饭，你不要给我下来哦。不是，你给我去吃秘药。你没吃药，你就给我走开，你会死。啊，我去吃那个。你有秘药吧？没带啦。你去帐篷拿。无法移动，无法移动，耳机炸裂，白杀。没事，出了一点技术上的问题。我不能吃东西啊。你回营地啊？我回来啦。啊，你上去，你这哪是营地？对，不是吗？北中营地十一啊。对啊，你进去帐篷里面拿东西吃啊。哦，好好好，吃。道具箱。我、哦、白痴哦，我看着泱泱的画面。哦，然后跟酱油讲话。还是酱油，你也要分享一下画面。
不用，太多画面了，他不需要。哎，龙跑掉了。